就是马总统喺伊平东加东去抗灾，佢嘅同体用车夫，因为伊能休假上班，总亏本太水大这位，伊能心血磨枪枪，如果叫我过通畅，那么总统见够，那我提起三国中嘅时节，假说这系用各种智商嘅八个各种字呢来写抗议票言，希望总统救伊能。总统啊，你台湾用胶带，管台湾变脏鬼。我会多设一些自来水加水。屏东家栋的一位富人家看到总统马英九来的，叫做阁下送行。乡下很出生，台上的 QQ， 就算很多无生，叫做木竹凤凤，在民间不卡人，希望救人单位做得畅快去抢救人的家乡。我们活要见人，我们死要见尸。那也请有关单位能让我们那些目前遗体能保存妥当，不要让它在那边。总统马英九生日今年，还来许多屏东家东高雄旗山，去慰问灾民。有的灾民跪下来哀求天主，有的叫到插一些块粉体，就是哀向总统表态应该心伤。你的这个补助，应交代啊，农委会啊来考虑是不是啊，和咱农民啊。经济补助，因为这款的灾害是一百年来没看过的。是一样贪食灾民，一样都很伤心，失望的气氛。暗用的魔力技巧，救灾民和爱继续下去，困救的村行卡多年忙。总统表示，军方是全力感应100个救灾，政府每位千里天数，爱愿坚持下去，大家强化打拼。我们需要政府的是你们的那个补助卡要马上拨下来，让我们这些灾民能够马上用到，对不对？这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民生问题什么都没有了。谈起灾民的陈情，总统特定要求乡下去给各单位全力配合。已经表态心伤的灾民，希望得到政府单位的回应。按下望机会陈情的民众，请做在再个想办法向各单位陈情。风灾过后，不堪莫提的，马家较多的亲情，就是希望政府做得不严，道德的关怀同应承。客家新闻综合报道。